如果你在游玩时突然发现世界内凭空出现了一处朝下的矿道，请立刻删掉世界，否则别怪我没提醒你。今天两位 MC 玩家如往常一样打开了他们的 MC 启动器，创建了一个新的世界，并搭建了一座双人基地。玩家的名字叫做小美，而另一位朋友叫做小帅。这是小美与小帅第一次一起游玩 MC， 两人都是 MC 的小萌新，所以他们搭建的基地也高端不到哪儿去。玩家小美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住所内外，喂养家禽，收获种植庄稼等等，而小帅则是负责外出探险，两人分工明确，各司其职。很快天色就在玩家不知不觉中暗了下来，小帅也外出探险完毕，他收集了很多的甘蔗，并将它们种植在了岸边。两人互相总结了一下今日的任务进度，眨眼的功夫天色就完全暗了下来，但小帅并没有选择入睡，而是打算在住所外面挖一条矿道，只有胆小鬼才会在夜晚入睡。小帅这一举动无疑让玩家小美对他又多了一丝崇拜，但很快诡异的现象便出现了，小帅刚挖了没几下，一个矿道的入口便浮现开来。什么情况？玩家凑近后发现这是一处楼梯式矿道，并且里面布满了蜘蛛网，这不是小帅与玩家二人挖的。两人抱着好奇的心一直朝下走去，走了没一会儿就走到了尽头。这应该是自然生成的废弃矿道吧，但是给玩家二人的感觉这就像之前有人在这里挖的一样。小帅说着继续拿出了镐子，玩家也迅速拿出镐子在一旁开始挖。挖了一会儿后，确定这是一处废弃的矿道，两人便打算将这里作为他们自己的矿道。可正当两人准备上入到地面返回住所入睡时，突然矿道内传出了怪异的声响。小帅和玩家从来没有在 MC 听到过这种声音，这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。两人本能的迅速返回了住所，但这种声音依然没有停止，就好像从幽深的矿洞内传出的声音一样。两人都很慌张，玩家紧张的心都快悬到了嗓子眼。突然下一秒，小帅说他在住所外看到了一个身影一闪而过，玩家吓得屏住了呼吸。他下意识的想打开屋门查看，就在他开门的一瞬间，屋外果然有一个身影，接着快速消失。太诡异了，那会是什么东西？世界内的玩家就他们两个人在线，那不应该是其他陌生玩家吧？玩家小美很是害怕，她已经不敢再继续玩下去了。为了确定那究竟是不是其他陌生的 MC 玩家，于是小帅决定退出当前的世界。很快，他与玩家就创建并加入了新的世界。本以为就此恢复正常的二人，接下来又发现了那个诡异的身影，接着他便再次瞬间消失。玩家与小帅是局域内网进行游玩，别的玩家根本不可能加入进他们的世界。这下小帅敢肯定那不是其他陌生的 MC 玩家，所以那会不会是 MC 新更新的生物？但是又不太像。小帅思索了片刻后，决定重新安装之前的世界，看看能不能恢复正常。在两分钟后，两人再次加入了之前创建的世界。这次进来后，他们发现那处矿道消失了。看来重新安装世界后恢复了正常。故事到此结束。好了小伙伴们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。那啥都看到这儿了，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的，你们懂我意思吧，麻烦这次一定好吗。